屿岭105K 的松露茶园种出全台海拔最高、售价也最高的雪乌龙，但奇迹建立在违法上。75到80期间，将这一块地把它改变了那个原来的树种。我真的很笨，我没有办法保留这些。强制执行之后，能否顺利把土地还给森林？11月23号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解放2650。